小心一点啊，看一下男枪在哪里，他可能在这里，也有可能在这里，懂吗？千万不要给他一击血液了，过来那个跟我对屏。当然呢，你只要躲小兵后面就可以，因为他那个子弹呢，他只有两发，你躲在小兵后面呢，这咋办呢，哥？能跑不？那没办法了，哇好，好惨啊，兄弟，好惨。他这一波也太鸡巴惨了吧，没事，刮一下，我得替他报仇啊，这把还没开始就3-1了，我才一级啊，没事，我可以carry，问题不大，他敢E过来我就让他当场。去世了，交闪还不行吗，老弟？干啥呀，哥？还追呢？你过来了，来，你过来了 ，EQ 我，我真怕你啊，我不怕你的。啊，推卸，这个时候我就没必要跟他打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发育就行，只要不拉刀就 OK。 Q 接平接 W， 哇，被仙人跳了。那这一波那是怪你还是怪我呢？谁都不能怪，只能怪这个打野玩的可以，反吞了一波。我觉得目测他可能回家刚出来，守一下塔，跟队友说一下 WQRA， 漂亮。然后这一波红 buff 我拿不？不拿，这波红 buff 很危险，拿不了，踩跳弹跑。这把一般人以为还挺好打的，其实这把很难打，因为我线上也是逆风，我还要carry队友，那这个就很难搞。就我本来没有钱，我还要带着队友脱贫致富。皇子什么意思？敢过来吗？你还真敢过来你？交闪了是吧？还骗了一手闪现，石头人来了，这一波就是机会了。翻墙，哎呀，交给队友，我不上了，漂亮！这一波我们带了一波大节奏。对面上头了，合适自己的鞋才是好鞋。来别怕老弟，他这一波又要上头 ，Q 接平，大招 W 减速，勾到了，来机会，好溜了。过来了，来E我了，我还得怎么E我？塔皮14分钟没有，男枪很危险。WQRA 点蓝，接提亚马特，再见朋友，终结他，再吃个塔皮，漂亮。吃你塔，我翻墙，再阴一波。王子要过来，武器大师来了，溜了，阴一波。WAQA 接提亚马特。你压的找不开大，你，哎，你为什么不找开？为什么要等他一？再开呀！哎呦，上当了，你他妈又上当了！哎呦，上鬼子当了！前期打野一波当，上单这一波当，我这一波上单我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怪我。
他直接开个大配上我的 WQ， 想大两个。为什么这一波他有提前大呢？因为他提前大我可以打出被动，对吧？他这一波给这个武器大师开了 E， 我打不出被动了，因为我的被动是平 A 出来的，他的 E 可以挡我的平 A。 这一波是真正上鬼子当了啊！下楼帮一下，正中眉心，看石头人这一波能开到，开得到人就赢，开不到人就拉楼楼 C。 A 漂亮，相当的漂亮，漂亮。下一件买一个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下一件可以买个黑切，夜刃可以不买，黑切可以，因为对面其实夜刃也可以。哎，为什么要浪呢？我以为这是我们家队友石头人的 TP， 结果没有想到是武器大师的 TP。 这一波买个巨短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太吓人了兄弟们，太鸡巴吓人了这些人。哇靠，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有人。好，你空蓝你在这边装什么？你妈没有蓝你不回家？哎，这他在打大龙吧，不然他不可能往这边走啊，对吧？吓他们。哎不，哎哎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操，我正准备不想上呢，这一波正好 Q 距离够了，大龙没打就行啊。这是啥呀？零杠八的剑圣，跟怎么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剑圣，哇哈，这也太辣眼睛了吧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跟队友说一下，没事。哇，黑 EC， 700块钱呐、啊！这个男枪值700块啊！我操，有钱人呐、啊！ADC 有表，我得把他表给他打了。啊，继续推。漂亮，那这一波就血赚了。我不仅还杀了个人，还骗了一手对面的中亚杀戮啊！他以为这个 ADC 以为我要杀他，其实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武器大师什么意思？想过来是吧？来，我们好好唠一下。你给我的 girl girl。哎，武器大师在浪啊，江大力，你他妈真在浪啊！你他丫的真在浪呢、啊！你他丫的真在浪！幽默一开 ，Q 见缝插针，大龙拿下，扫描开一下，大龙有机会，还剩个小武器，应该回家了。那我正好推高二塔，对吧？哦、这个人无视他就行，没有输出的。为什么塔在打我呢？哎哎，哦，巨九难刀啊，可肉了，想杀我，简直就是想屁吃你的。跪跪，被包饺子了，这个人中亚杀戮了。
黑切来了。打完这把你们私底下可以玩男刀，可以用主播这个打法看一下能不能上分，如果能上分明天可以给主播办个卡，就问你值不值得。火龙肯定要拿火龙，你不信你私底下玩一下，对吧？你可能第一把不太熟练，熟练度不高，但是第二把第三把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打法非常厉害。等你找到赢游戏的潘朵拉了之后呢，那基本上你对这个英雄联盟就很有兴趣了，因为你会发现赢游戏我拒绝男刀，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，我拒绝男刀，我拒绝男刀，不好意思，漂亮，我拒绝男刀，侧翼给压力是吧，我拒绝男刀，你看搅屎棍，你看我就搅屎的推塔投了对面。哎呀，这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关注，不说别的，值不值得。如果想要学技术想要学泰隆的朋友呢，记住一定要点关注了，因为点了关注是包上分的。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，拜拜。